哇！最后他陪着爸爸又玩了这个。湿润了眼眶，一瞬间就觉得好想哭，就我当时觉得好想家呀。他能够给你的想象很多，就很好，会想到我爸爸。因为我在跟我妈妈在一起生活嘛，虽然我现在已经很大了，但是我感觉我的内心还是在小的那里面对父亲的一种期望，一种。因为我缺少那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台上跳完之后，我幻想着我的父亲在陪我的点点滴滴，去完成自己小时候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而且还是关于父子的，我觉得值了，是真的值。谢谢李春林。申凯翔，感谢。哇！哇！太感动了！哎呦天哪，这怎么打分啊？好，两个作品已经表演完毕，现在请有投票权利的101位评审以及观舞团的5位姐姐，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如果你支持的是一波王炸战队，就请你扔出你们手中的红色毛巾；如果支持的是往这里看战队，就请扔出你手中的黄色毛巾。3、2、1，请投票。工作人员上台计票。我觉得好像差不多，我觉得好像差不多。这两个作品呢，风格完全不同。队长对这两个作品有什么样的点评呢？两边在用歌选曲的时候，这边是中国风，我的爱；这边是李老师的音乐，也是我的爱。谢谢。哎，巧了吗？这不是。对，但是呢，这首《爸爸妈妈》他们用choreo 的形式，编舞的形式表现的，把那个整体的情绪跟他们要表达的意思表达的非常清楚，包括最后的道具的配合，而且美感，控制各方面，我觉得表现的非常好。好，对，我看的时候也会有就是被打动到，一个纸飞机引来更多架飞机，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好。对。无名哥这组呢，整体表现还是挺好的，可能有的时候，道具上有的时候有点不理想，对，那个翻页就是那个叶子掉下来了。吹呀吹呀，我的脚风筝。我的，这个一博也是个细节控哈，那个纸翻下来了，觉得也不大好。加尔队长，小鸡哥。这一对无名哥，这一对，我觉得就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你想不到，非常非常佩服。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是我最能打动我的一个。我也觉得那个春林跟凯强，这边是超强烈的感情输出，就是，这个题材我应该是在没有在这个舞台上看过的，而且这个题材。然后就很容易勾到你的内心的一种感动。我特别喜欢那种画面，就是当春玲还在小孩的时候，然后跟着爸爸跑，还跑在爸爸后面，然后那个画面慢慢就超过爸爸，炸！这个整个炸，就是你看他的作品已经忘记他们在跳舞，他们已经在是另外一个。那个精神层面上，所以对我来讲炸，这个很炸，真炸。每个人都一定会有这种的经历，就是你想象你在小时候，你的爸爸带着你去玩，然后你追不上你爸爸，当你长大以后，就反过来，你可能觉得爸爸走得很慢的。
就是那种感觉，你会突然不断的去想到很多很多零零总总的事情，就一下就都被打动了。然后小鸡是我一直期待他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很厉害的点子的一个舞者。很棒，姐姐们怎么看？我投给了那个父与子加尔战队的这个，我也是很喜欢他们的这个设计。刚刚我跟钟汉良老师的那个点是一样的，我特别看到那个奔跑的那个片段的时候，我真的有被感动到。我是刚刚也是热泪盈眶。可能小的时候是爸爸带着孩子走，到老的时候孩子要去反过来照顾爸爸，所以就是那个我非常感动。我投给的是一波王炸。因为什么？就我有自己的理解，可能因为我觉得其实就像演戏做表演，其实演悲剧可能大家会觉得很难，但是其实演喜剧能打动人更难啊。就是而且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小鸡老师，就是小鸡老师啊，是小鸡老师。是的，就是那个 Don't say so much 下一句是什么？都 don't say so much， 那哪里还有下一句？有啊有啊，我可以有我自己的理解吗？可以可以可以。Just dance。啊。心梗心梗。